他们今天吃个二两的啊，这种二两的海螺啊，三斤大概可以称个十五六个的样子啊。这个底下是黄啊，咱们把它给转出来。盖子不能吃，壳不能吃，其他都可以啊。我们先吃一个海边吃法，不摘苦胆，不摘干的啊。沾点小料，这个是干啊，你们吃的时候我们建议把干摘一下哈，因为这个干呢和苦胆的话很多人接受不了啊，先把苦胆摘一下啊，这苦胆不能吃，丢掉，中间这里有个干，把它挤出来，这不能吃，丢掉啊，剩下的都可以吃啊。这嚼劲特别好，这二两的性价比是最高的啊。